昨天，亚运会女排小组赛，中国队 VS 韩国队，最终中国队以3-0零封韩国队，报了在世界女排大奖赛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。本场比赛朱婷发挥出色，砍下了全场最高的18分，女排第一高度袁心玥在攻防两端都有不俗的表现，轰下全队第二高的12分。而本场比赛最让的惊喜是二传手姚迪的表现。在第三节替补上场的姚迪可以用经验来形容，他上场前中国队比分是11-13落后两分，姚迪先来一个发球直接挂网得分，随后姚迪直接来了一个七连，帮助中国队连得6分，以17-13分反超了比分，球发得非常完美，姚迪自己也是笑得不行，主教练郎平看到也是终于露出微笑。姚迪不仅是发球完美，他的传球也是让人叹为观止，后面有一个传球直接把韩国队晃得找不到北，最终在姚迪等人的努力下，中国队没有再给韩国队机会，以25-16拿下第三局，从而以3-0轻松写意完胜韩国队。此前姚迪在国家队七进七出，成为很多球迷调侃的对象，在联赛上高光亮丽助球队夺冠，并收获个人联赛最佳二传手，但他在国家队的表现却总是关键时候失魂，难有出彩的表现。现在他终于在国家队闪光，成为全队的亮点，真是可喜可贺。现在女排正值用人之际，丁霞的状态有点起伏不定，正需要姚迪站出来帮助球队，同时姚迪的高光发挥也是主教练郎平正需要的，可以更有更多的战术选择，希望小迪继续把好状态保持下去，帮助中国队拿下亚运会金牌。